对吃货都常说你不说话，干活说啥呢？我你咋在做了不是人自己说？那个不干活，这不拉个活，你干的活你赶时间，这个多少人？少20多个人吧。我这个今年过年没开过，开的少啊，30个人。你一开直播，你送上花，你送上灯牌，你送上眼镜，你可有力度。没有，跟那个不一样，那是抖音。